好，大家好，我张老师，我们今天简单来讲一下这个八字的命盘。你看厉不厉害？老师给他下标叫做很强悍、很优质，但是非常孤独的人。这种人不是不好，第一个他庚金格。很好相处，一就一，二就二，跟这种朋友相处，你放心，不会死掉你的脑细胞，非常好相处的，一就一，二就二，不喜欢跟你妥协，很像那个大刀王，人家说很讲义气的女汉子，对，大陆的口女汉子不错。下面是他的命格里面来看的话，这个算身强，身很强，应该他的命是不错。七煞太多太旺，这叫见禄。你看，再跟那个见禄格比肩是见禄格，非常非常的好。那我为什么老是一直跟他讲？我说你什么都不缺哈，但是你的钱不缺，你的才华不缺，你的事业不缺，你的感情也不缺，但是你缺乏一个很固定的、很稳定的伴侣。这是老外的命盘，我发现老外的命盘很少一个正官，很野。老外真的训练，真的国家不一样，训练的人真的是不，训练的人是不一样。你看七煞，敢爱敢恨，敢给敢要，说走就走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啊！我还是那一句话跟他讲说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尤其论及婚嫁，根本就不太可能。但是你有致命的吸引力，七煞的女人哈，尤其这种个性又庚金又七煞，这个金一定要火来跟她锻炼，百炼成金。但是过多的火就不好，男宫也招金会走形嘛，这个很重要。我常常讲说，你是一个强悍又孤独的女人，有时候很多女孩子的客人。老师都会劝他们：“你什么都不缺，你不是空谷中的幽兰，太多人要你了，你反而不知道要怎么决定你的对象。”我还是劝劝他哦。有的人像这个女生，她最好的地方，还是要走一点正官比较好，走正官运啊。也就是说，最好是顶二位丁火是最大好的，这个还是要走一点丁火。如果再走丙火受不了，丙火是对他来讲是最好的。很多人来找老师论命，老师都劝他：你这辈子当中，这一生当中，我常常跟他们讲，大概10年到12年当中，只有2年到3年有机会结婚。以前的人结婚的时候，说父母亲反对，有没有？一反对下去，从此就结不了婚了。因为大概50、60岁那一代的人，现在人因为交往比较密切，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用八字来看这些年轻朋友，大概35岁以下，有时候不是那么精准。当然，尽信书不如无书。我们今天谈这个命盘是就事论事，就命论命。这个人身强，你可以任官、任财、任煞，但是你七煞过多，代表怎样？你的身体一定不好，事业都不稳定，你也不能做固定的工作，所以你最好做一点投机的性质，比如说做一点期货的买卖，哦，还有股票、点数、哈达族的买卖，这个都可以，要看看你的命盘。理论上来讲的话，他没有这个人没有什么主运的哈，但是他本人来讲的话，个性还是蛮强的，蛮有自己的想法。这个人蛮有自己的想法，而且讲话很耿直，大刀王五行有他就会开炮，所以理论上来讲，他一定要创业当老板。先讲他的个性，然后他喜欢的男生也是一样，也不服输啊，也很强，也是比肩格啊。我想着要跟你比拼一下，我不想输啊，所以他的婚姻上会很累，老的时候就比较累。七煞加三官是一个不好的，而且这两个来讲都对他不是那么好的星数哈，所以我还是劝劝他，
如果你是这种命格的女生，有几种人你可以嫁，比如说你可以嫁给警察，嫁给军人，嫁给那个船员，有没有行船的，有没有船长，有没有 captain， 有没有远洋的船长，还有飞行员也可以啊，飞行员。老师意思就是说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需要每天都可以看到你老公那一种工作的人。如果你老公是一个上班族，是一个公务人员，每天你都看到就这个格就不好。好、哦，如果是远距离的，比如说你老公现在在美国教书，啊、可能在大陆工作，台商或台干，警察或军人都可以。现在军人有时候还好，现在军人可以常常回家嘛，警察还是生活比较不安定，这个都蛮适合这个女孩子的配偶，选择配偶的条件。哦，老师下标就是说，你是一个强悍又孤独的女人。好、哦。你要先知道自己的命盘，天很公平嘛，你放心，你的钱一定不用担心，你的事业不用担心，你的恋爱、你的感情也不用担心，就只有结婚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女孩子当中会有好几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，但是论到婚嫁 ，sorry 没有，谈恋爱有，全部跑情人嘛、啊，这都是情人啊，不是跑老公啊。他都爱得死气活来啊，敢爱敢恨啊，这就是这种命盘的人。那你要问老师说，老师 啊我是如果是这种个性的女生，我怎么办？其实打坐可以的，透过打坐可以，还是你可以念念经，最好是布施啦，做一点善事。你可以捐一点米给孤儿院吃嘛，还是去放放生也不错。念经是最好的，要切记。如果有人说你要交多少钱给他，他可以帮你祈福啦、改运，那个叫诈骗，不要太相信。你算命，老师帮你做户，你要付费用是对的、合理的。如果他额外再给你推荐什么东西，不好，不好，这个是不对的行为哈、哦。大家眼睛要放亮一点，论命，人家帮你付，该收固定费用。我下次会开一个叫做阴灵，会谈一谈阴灵。到底阴灵存不存在，见仁见智。那如果说叫你花个三万、六万、几万，然后阴灵就不会参与，这个理论上讲不通。好、哦，这个我们下次再讲。那、今天这个八字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好了。好、哦。